无论风吹雨打也挡不住吃货这颗心啊，咱一口秒能行不？能秒下吗？能，来。吃一个青鱼罐头，这味挺好吃啊，比鲱鱼罐头好吃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吃，金钱肚抽的点两下，宝宝们都有钱花啊！一会儿直播吃白肉，还有猪排骨，金钱肚全部吃了。拉出事儿了，给鲍鱼跳个舞，六只鲍鱼，我不要六步双击，祝咱们家老铁六六大帅，然后跳舞。感觉美的你就给我一个关注吧。来一个特大码的，你们猜一下这是啥，评论在下方啊，来上料。这样吃过瘾，二三，江上这老的辣不要几年了都。评论一下这是啥？双击66。这回来点纯白的啊。巧克力大砖头子，芝士蛋糕，特价。五花肉，好饿啊！狗里吐。牛肚，不错哦。是时候应该补一补了，因为这段时间太虚了，好虚啊，兄弟。哇，这种生呛的太过瘾。吃个不一样的爆头，有点难以下口，我尝尝。有大米啊。先来个生蚝，但是这不是很肥，哎也行，蘸上浓浓，这咋肉？来个大钳子，这家抠了半天没抠开，就这么吃吧。必须得吃一半生的，看着没，这是生的啊，蘸上浓浓的尿汁。